来，我们再来一组，来，加油，好，来，起。徒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融入自然，让精神获得真正的放松。远离城市的喧嚣，融入大自然的怀抱，让精神彻底的放松。怎么跟我想的一模一样？Oh my god， 仙女，很开心在这里与你邂逅。请问，我可以要你的电话号码吗？大家跟随我的节奏，闭上双眼，呼吸吐纳，慢慢地进入冥想的状态，感受自己的内心，轻轻地问自己：我是谁？我是赵江月。我在哪儿？我和一群奇怪的人坐在一个奇怪的课堂。我在做什么？我闭上眼睛感知内心，就听见时间流走的声音，太无聊了。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躯干上，好。在这里，那就上不去了。这说明这个位置能套牢朋友很多。同学，先生，休息，坐起来吧，我们到下一个阶段了。但是翻红之后呢，就我们现在就是闭上双眼，跟刚刚一样呼吸，提升注意力。对，把注意力集中在。到两次的龙头抱团股，他们大概30%的一个回撤幅度，每年都有1到2次啊。你去往前数。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以什么目的来到了这间课堂，是否真的想静心进入冥想世界？可至少不要打扰到其他同学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的课堂以后不欢迎你们。你怎么在这儿了？我不放心你，你冥想还听财经帮，你想把自己累死是不是？还是我给你安排吧。我休个超时假怎么了？我也没要求你跟我一起参加，能不能让我静一静啊？别跟着我，离我一米远。慢点。慢点啊，把鞋脱了。不好意思，男士不能进入。哦，小心点。哦、慢点、啊，小心点。慢点。嗯，把鞋脱了。哎，你怎么才来、啊？不好意思，没事。哦，你是宝爸爸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边男士是不能入内的。我看一眼。不用担心，孕妇做瑜伽是非常好的，你到那边休息区等候一下吧，好吧？好，说回来，好，现在我们开始下一个动作，把腰部贴近瑜伽球。好，慢慢的啊，轻轻的晃动瑜伽球。小心，小心啊！感受一下瑜伽球的拉伸、按摩。来，跟着一起做。来，小心，还有最后10秒，坚持一下。这位宝妈，你什么情况啊？哦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没有，你听错了。没有，真真的，我听见有动静啊。没有。哦，你是背着我，
养什么小宠物了？嗯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养了只小猫，还特别小。你，你看看你啊，还特别小，它害怕人。哎，你是越大越不听爸爸的话，哎、爸爸我听见在这边呢。我说过多少回了，养宠物那就是不务正业啊，玩物丧志。哎，这还有点脏。你又回来了，三小时微商打扫完了，一共是240块钱。嗯，240块钱？嗯，我再给你加10块，你收吗？嗯，谢谢。啊，别再跟我演戏了，伯父好。别来这套啊，江月啊，金屋藏娇啊，我的宝贝女儿长本事了。我说呢，你最近单位里边怎么连连的出问题的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是知道我找着问题的根源了。爸，走了。就是打扫卫生的，你别生气。什么啊？听我说啊，男朋友还是丑点的好，漂亮的皮囊只会分散你上进心的注意力，以至于你沉迷那些无谓的东西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自己好好想想。你来我家干嘛呀？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来，跟我来。来。哎，等一下。嗯。爹。干嘛？闭眼。闭住啊！嗯。我来啊！有闭着呢。走，左转。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10米，不是啊，5米。OK， 好，停。不许睁开啊！没睁。你不许睁。没有。闭眼。来。我知道最近你经历了太多的不顺心，我也知道工作对你来说有多重要。此时此刻，你需要一次发泄的机会。到底什么呀？你自己看吧。漂不漂亮？这什么？弄了这么久的悬念，就这个？这个叫做皮纳塔，我之前在国外上学的时候，在朋友的派对上面见过，它寓意着幸福和美好。赶紧给我拆了！哎，给个面子嘛，用棍子去打折行吗？来，抓紧，用棍子打他的肚子，把你所有的坏情绪都发泄出来，试试。来了啊！呀，哦，哇哦！再来。好想去拥抱他一下，说出心里的话，却又害怕会吓到他。我整理他，整理他，幻想自己穿着婚纱。这感觉就叫幸福吧，认真感觉他的眼睛似乎会说话，在我面前只要轻轻地眨巴一下，能引起我心跳变化，可我却不敢告诉他。别诧异我是胡编乱造说这笑话，别怀疑我是繁花只和竞争更差，我好像已经看上他，这感觉不可思议啊。哇，糖果要捡起来再放到嘴巴里，这叫做收集好运气啊。所以你今天一直跟着我，
是怕我想不开啊？当然。不是，我这职业病。我时刻都控制不住自己想要为老板效力的心。赵江言，在我心里的金字塔，你早就住在塔尖上了。希望 Love Note 可以渡过难关。跑这来玩，太不够意思了。不用担心，我一个人过挺好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附近非常的危险，你缺点东西。我什么也不缺，谢谢。保镖，你不用跟我客气。我没客气，我只想一个人清静清静。行，你累了。你喜欢我，为什么躲着我？我希望你给我点时间，最近发生的事儿太多了，工作跟生活都搅一块儿了，我也想给我自己多点时间，让自己好好考虑考虑。好，我等你答案。前面这慢点啊，别摔了。还吃不吃蛋糕了？